第三届的金马暨幻影展正式开幕，伫要伫8月份上映的国片《骚人》是影展的开幕片。影展的主席侯孝贤导演正是真欢喜讲，今年预售票房已经超过前两年，已经有75%的满座了。今日咧，即期路线的金马奇幻影展已经第三年了。今年有来自世界各国当代的奇幻电影，毛爱情故事、酷搜好笑的片、动作影片、恐怖片，阁有亲像《真善美》《洛基恐怖秀》加历史经典的电影重现，而且要让观众体验无同款的看电影方式。洛基恐怖秀狂欢场这种带大家一起跳舞作乱的这种场次以外，也会有像《真善美》的 K 歌场，就带领大家就是看电影，一边看一边唱歌。下一秒就是梦，就一个愿望。已经六年无去国片的导演陈艺农新的作品《骚人》是影展的开幕片，电影以世界末日2092年当作是故事的背景。导演讲，今年是人类历史上上奇幻的一年，《骚人》嘛是讲一个真奇幻的故事。今年的影片拢真强，所以票房已经打破前两年的纪录。卖座的这个满座率啊，是75%，超过75%。所以今年是最嗨的。今马金环影展会连续举办10天，要带领观众来展开一个真特别的电影旅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